让人既心碎又感动的雨中分手戏，别小看这短短的三四分钟的戏，可真是把剧中爱得死去活来的山菜与道明寺给整惨了。因为洒水车水势大小难以控制，使得两人淋了两天的雨，当了两天的落汤鸡，才将这场戏给拍完，可说是苦不堪言啊。中间，谢谢。好了，都没有了，我站上了。喂，我已经到站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已经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好冷，真的辛苦。明明有擦口红，为什么嘴唇是白？好奇怪啊！已经不晓得眼睛里面是水还是泪。流星花园之所以会令观众们印象如此的深刻，这一场又一场的吻戏可谓功劳不小，但要如何跟鲍龙两个人一起拍过很多场很惨的戏，其中淋雨戏可能是我们俩一起合作过最惨的一场戏，因为那场戏从我们天一黑就去拍，然后一直拍到天亮，然后光实在没有办法联系，所以我们只好隔天的晚上再去拍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全身都湿透，就是内衣内裤已经没有任何一处是干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尤其在凌晨快天亮的时候，我们俩就冷得一直发抖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都还在感冒，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最惨的一幕，就是我转身本来要吸一口气叫道明寺，可是我正好又要咳嗽，然后又一吸气正好把水吸进去，所以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，就呛到，然后就很难过很难过。然后鲍龙也是，他的眼睛都红了，他可能戴隐形眼镜的关系吧还是什么，然后雨水就直接打在眼睛里，然后那个水还蛮脏的，然后他就眼睛很难过。那两个晚上我们俩算是就真的很拼，然后真的非常辛苦辛苦的两个那场戏。其实那个真的蛮难拍，因为那个雨又，因为他们是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雨水车去洒，然后又加上那雨有时候忽大忽小，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个水没有很干净，其实又有点不太舒服。可是还好，因为看到周边工作人员大家都那么保护我们，然后他们看到我们这样，他们其实也蛮难过。对啊，可把浪漫唯美的吻戏，甚至最高难度的强吻戏给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吻得漂亮，那可就考验导演和演员们的功力了。在这几场特殊的吻戏安排下，导演的亲自示范也是这几位演员们学习的好机会。你不要太强暴女人了，而且你肩膀是长大吗？你要去强吻的，因为你刚到这边的时候啊很怪，这边下来这个反弹力很大，这个反弹力很抗力啊，让它继续挣扎，被它拖住。所以我可以这样抓，你可以这样抓的，扣住这样，因为你这样会挡到脸，所以你可以扣这里，这样，这边扣这个，对，从这边扣，扣这里，对，把它脸扣住，好呀，扣住，然后就来，两万起起来，两万起起来。吻戏最多的道明寺与山菜，对于演戏都还算是身手的他们，第一次在道明寺家中的吻戏，果然是紧张忘词 ，NG 状况不断。因为我受到伤害，对不起。你不过你是不是有跟那个外国人？道明寺，搞得很紧张吧？哦。你不要吵，你不要动嘛。哎，你轻一点好不好啊？刘八，你负责啊。我会。你会负什么？5, 4, 3, 2 我长得很好笑吗？拍吻戏时，常常还必须克服在拍戏现场种种可能的尴尬情形，如这场深情拥吻的一幕，就是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所拍摄完成的。导演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就是给你看。你看一下我们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？反过来，这样子。对 ，OK， 好，就是你这样往里倒。好气哦，道明寺是水性杨花的男人。现在跟你在接吻，现在有点小，都把我当成什么？
暴龙，暴龙两个小白兔，跟小白兔拍吻戏，对，跟暴龙拍吻戏的时候，就是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暴龙一点都不熟，就是根本都没有讲过什么话，然后我对他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很神秘，然后都不讲话，那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感觉，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在还不熟的情况下就拍了那场戏，然后说他很紧张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不紧张的，因为我其实觉得吻戏嘛，就是肉碰肉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好，因为那时候跟他说真的不熟，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跟他讲话，所以拍吻戏其实自己会觉得很怪吧，对啊。不过他还蛮，对啊。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就比较没有像之前还会